这是昨晚金货堂的收获。秤已归零啊，很多人说我这个是半斤的秤，来钓鱼用的10克千头钩，看到没？10克0.2两，2个，看到没？还半斤秤呢，承认别人有这么难吗？最大的一条，1斤4两啊，1斤4两最大的一条。去皮，来，再来一条金货，1斤02，去皮，来这条，1斤1，去皮，9两2，剩下的都是些8两多的了，8两多9两的了。九两，这个也是9两的了，对吧？现在不嘴硬了噻，